给全天下所有在外的流浪大哥们说一声，你们辛苦了。一月我离开家乡，叫上我的哥们李志强，两天两夜的坐火车呀，要去广州闯一闯。二月我俩遇见一老乡，他在一个玩具厂帮忙，多亏他照顾啊，过了个年呀，过了年又为工作忙。三月我俩等在大街上，和别的人一起等希望，都说那谁谁谁可发了财呀，想当初他也是这样。四月来个工头真叫胖，他对着我们几个把手扬，等到我急急忙忙上了车呀，才发现志强不在场。真是很苦，说句心里话，没有钱，有钱是大哥，真是太苦。五月我来到工地上，在建筑队里修楼房，每天都顶着太阳流大汗呀，热意的我只想往那儿躺。六月我薪水才领上，领钱时候心里在发慌，一个来月挣了有六七百呀，致富路上看见曙光。七月我写信给爹娘，还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乡，想到了他们该多高兴呀，再苦再累我也无妨。上胖骨头送来啤酒一箱，他告诉我们都别想家呀，他说这里就和家一样。胖骨头就是条子抽你，真的，现在这外头八个月太苦了，千万要记住，打工太苦太苦。九月我大火临头上，一块砖头把我手砸伤，没想到胖工头会把我吵呀，发了点钱就算了账。十月我心里直发凉，玩具厂老乡也不知去向，一个人在天河路上来回的走呀，兜里的钱也快花光。十一月我召见李
之墙，他当服务生可比我强，谁曾他扔给我几十块钱儿，呀只说了句现在他很忙。这就是朋友。十二月我返回家乡，爸爸妈妈哭了一场，一家人吃了顿包浆丝儿，然那味道可真叫个香，那味道可真叫个香。